Yaladın beğer çöğü kolu koruz. Simce dünge mündümle çöğü gidiyorum. Bardo söz. Sanki tüm dedi. Kancı bodu yazman sonuçlar. Deba tene taro çıkıyorlar. Ta tanıdığınca çöğü gidiyorum. Bardo söz. Hadi kenzar buraya. Çöğü koluma koruşa den taro çıkıyorlar. Tanıdığı koruşa den daha de kaçayın. Dadi mize karşı dadi. Döndüzane 다 된다고 치고 녀를 저기 드메 빠르고나 다디 녀야 가르쳐다 대답아 송샤버티 주반냠네는 비체 다 디나라 가네 보디자서 디나한다 주수수게 메바다 삼바지 니유유기로 왔다 아 드인주산 딘데 메바다 삼바지 수수냐면서 렌드리시아 말은 다디 에 가르쳐다 차고도 꼬르고도 재고도 쟁하슬라 수수냐면서 말은 대세잖아 배도스케 아들인 주산티 규제되네 다 디규제되네 다 사사마레 마사로 이내야다 칼리클리 마음발가다 칼리클리다 고 산루요레 드린 주산에 디케바스케 민도성도 드린 건다 가산시 니마 가시 영암 중데 디두사 가르사나 건다야한지 켄사를 차용도 영암 중데 다 드린 건다 레질라도 영용교리 다 랍샤마 레치라도 그냥 용주인 무스남디에 탐제세바 톰예니베 전함 범제네 깨가나체발라 조바 세베 솔레도안 들와라쇼 시셰발처럼 말해 정외시엔 토베 땜바이네 네바다 대생제베 깨보담바나 발처게게윈레 샵데쇼 밴드 정외 내제 보덴바 이르네 보당 덴바 신뱅케 보나 고세 결세 덴주로인제 결견인제라서 걸마 개개 친례 치대 걸마 보개개 동서왕 걸마 보我见着的亲了笑的所以求求的些给我适当的那么一道看着切就所冒的心给的你是所是的给那被的的老少灵活一双给别下子落去那上我的心你给 天权 Tene sumdaan lame chikro ngro gesa male chove chila ngo chona lame tarbe sarchensh sanje seje dala gongso sila dake zambe mola rapsan di gewa kundo sandan de sed Papa chambe yange kimba dara deda kunge chiso dalush Denbe baljro lama rinchen na namka shindo kunla chabara sho ninda shindo kunla sewara sho Ryo shindo takto tenbara sho tenbe shima geden rinpo che to ten chinsan lapson Denbe nyingbo sanga chubin de damse den shi 계속 다시 쇼된배 진다 최종 결보야 찹세게 신된라 멤버시 된배 샵대게를 넘보야 로체라플 셀단 멤버시 된배 세제 침다 절대 넘 롱체 대신 예세 멤버시 Then Lord, be young, be girl, come again, the get the sham, but she what a show, lam, Lord, he be natural, done it. Tamse, minya, somebody, to brush on the last, sang it, the kid, till drug. Never told I gave it, she's in short, don't know me, take me, go short. 금상 결세 천번 도벌하쇼 너는 깨워 탐진 냠이 떡보 거지던 개불안 벌된 걸마 치수의 근도 맺으쇼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0120011947880。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咱没当完啊，下头还有。佛子，诸佛世尊有10种法，普遍无量无边法界。青莲华藏菩萨说啊，给这个那些无量无边大菩萨心里一念的，答他的问题的啊。普遍无量无边的法界，哪10种法呢？诸佛世尊的哪10种法？所谓的一切诸佛有无边际身，身相精进，普入住取而无眼作。说佛的报身，佛的应身。佛的化身，这不说法身啊，专说报应化，报身、应身、化身，没有边际的，无量的，无量的身即是佛的一身，无边际身。这个不做法身讲啊，无边的是就是说视线的、色相清净的，法身没有色相啊。那无边的身视线离众生的身呢？这个普入住取，对，其他9法界佛都入住取，所以6道。没有眼着，所以菩萨城也没有跟眼着分别有个清净相，没有，无眼着无清净，平等平等。但是平等平等的无边际身，神是无边际的，那得随众生缘。这无边际身色相都是清净的，如果哪一曲它是清净的，没有演奏，不随那个曲而转。人家若佛无有边界的无奈障碍的眼，这身理论上都有身口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嘛，化身的相，报身的相，应身的相，报应化的上，跟那凡夫是一样的，但是佛的不同，佛的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它有无边际无障碍，什么呢？眼没有边际，没有障碍，一切法悉能明见。一切诸佛有无边无际无障碍的耳，皆能解了一切音声，任何音声都能解了。一切诸佛有无边际的鼻，无边际的鼻啊，能道诸佛自在彼难。门是嗅觉了，他这形容的以这个能道佛的彼难。一切诸佛有广长舌，除妙音声，周遍法界。一切诸佛有无边的身，应众生心显灵得见，那是众生各个所见的不同。就是身、鼻、舌、耳、眼，还有个意。一切诸佛有无边意，诸有无奈平等法身。意是意念了，是意念而现身，无身不现。但是呢，平等法身是跟一切众生平等的，但是无障碍而示现诸相。诸佛有无边界的解脱，无奈的解脱，示现无尽大神通。这佛的神通里啊，一切诸佛有无边际的清净世界，随众生乐，现众佛头。佛是随顺众生的，随众生所要见的，随众生的业吧。佛的佛头是具足无量庄严的，随现眼世界而不生眼作，但是随众生见，例如我兰尊者问佛说，佛你过去没有修清净业吧？如果你修都清净业，为什么你所说的国度都是净佛国度啊？我说你这个佛国度眨眼五作那事啊。他请佛解答，佛没给他解答，文殊师利菩萨给解答。有的经上说嘛，是佛用竹子扁大地，佛用脚底扁这个大地，大地就变了，变到是庄严佛国度。这个有的说文殊师利菩萨给他解答，文殊师利菩萨说，我看见这世界不是这样的，不是像你所说的呀。我看这清净的世界啊，跟极乐世界、跟东方耀日、跟南方不动世界没有差别。就是佛他所有示现的境界，他与众没得眼着的，随众生所见。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慧眼地度、慧眼的国度来利众生，非常难。不像极乐世界啊、药师琉璃光来世界啊、那是不动世界、香积世界，世界多了，诸佛世界无量无边的。 那是有缘的，因为佛对这个世界要度这个世众缘，讲这么深，这是性空上建立的，没有讲缘起一面啊。一切诸佛有无际、无边界的菩萨恒愿，一切诸佛做菩萨的时候，都发了很多的大愿。 才能得成的圆满字，但是这都是游戏神通，游戏自在的，都能通达一切佛法。佛子世外如来，应正等觉，普遍法界，无边际十种佛法。这叫明起遍住一切的六根三业。 都骗满法界的，都骗法界的啊！这全说的是四法界形象，而且这些四法界都加个无边、无边界。那无边界可不是四了，是离法界。 对《华严经》的理事无奈，理片语事也无奈了。事成于理，事才能成理，那理本来就无奈。事成于理，理这理即是事，那事无奈，事无奈法界。 都是偏满的，这是那些个大菩萨心里想佛的住处，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必得有个处所呀，果道，这答的都是无奈果道无奈，这果道是由智慧而引导的，下头就答智慧，佛子。 诸佛世尊有十种，念念出生智，念念出生智，一念出生智慧，一念念出生，念念的出生智。那以下就是十种念念出生智。所谓一切诸佛于一念中，悉能示现无量世界，从天来下。 一念就能实现无量世界，从天来下，从天上到人间，世界得有人呐、啊，得有友情啊。这、就是啊，三界的众生法界，度众生的，释迦牟尼佛到咱们人间度众生的。 一切诸佛于一念中，悉能示现无量世界菩萨受生，八项成道的啊，这第一项。一切诸佛于一念中，示现无量的世界，出家学道，降生了实现出家，实现学道。一切诸佛于一念中，悉能示现无量世界。 菩提树下成正等觉，成道了，一切诸佛于一念中示现无量世界转妙法轮，成道了就说法度众生嘛，一切诸佛于一念中悉能示现无量世界教化众生，宣扬三宝的圣德，让众生供养三宝，供养诸佛。一切诸佛语音念中，示现无量世界不可言说的种种佛身，示现一切身，即是佛身，佛示现的，佛现的，但是都是一念啊。 大家不要忘了，一念中实现的，没有经过很长时间，就是一念一作意就实现了，一作意就实现了。一切诸佛语一念中，悉能实现无量世界种种庄严，无数庄严。如来自在一切智障，一切智慧，障是含藏。 如来的自在的一切智障，含藏一切智。一切诸佛语音念中，悉能实现无量世界，无量世界无数清净众生，在这无量世界所有的世界当中的众生都是清净的。一切诸佛语音念中，悉能实现无量世界三世诸佛种种的根性、种种的精进、种种的恒解，以三世中成等正觉，是为师。而现佛的智慧，八相成道，就是成愿下生、受生的种族。 学法学学道，出现于世间，向人间度众生。说法的音声，化身的果道，所现的佛身，相好庄严的一切福德，这是如来藏。都是佛的无奈境界。这无奈境界呢，就是智慧成就的。 这个成就，佛子诸佛世尊有10种不识时，何者为时？所谓的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不识时，时啊是机缘因缘成熟了，时没有一定的时间啊。 时无定体的，这个因缘成就了，该出现的时间了，佛一定出现，不是时。那佛的入涅盘呢，也是啊，不是时啊。那本愿圆满了，入涅盘了，说这段圆满了，再实现。也就是佛成熟了，有缘的，不是时，有缘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渡了，不是时，错过机会了，没有缘了。佛不是时，不会失掉缘法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切诸佛受菩萨戒不是时，知道他是佛种性的，就给他受戒，受戒成佛，这在《法华经》上说的有啊。 一切诸佛随众生心实现神力，不是时。咱们求感应，你感的时候相应的佛不是时，一定实现，但是自在的。佛的神力有1万个众生同在这个时候成熟了，他就1万实现，10万就10万实现。 无穷无尽的实现，绝不失时。一切诸佛住于大舍不失时。大舍什么？智慧，注意智慧所不失时，成就了，成为智慧。一切诸佛入住聚落不失时。就前头讲6根无奈嘛，入聚落，不失时，不会失掉的。不是不会错过时间，就这个意思啊。一切诸佛舍受信净信不是实，要以净佛国度摄受众生时候，佛就实现净佛国道；圆国度实现时候，绝不是实。这个实啊，就是因缘聚合的时候，因缘聚合的时候，佛利益众生，众生根基成熟的时候，佛度他的时候，不会是实。一切佛住于大舍，不是实。大舍，大舍是智慧，慈悲喜舍那个舍，大舍啊。一切诸佛入聚路不是实，六根无奈，不是。一切诸佛摄入净信不是实，成就净佛果道。舍心净性的有缘者，一切诸佛调和众生不是实。调和呢，强调调和，就是释迦牟尼佛到娑婆世界来，就是调和。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成就了舍受一切清净的念佛求往生的，这都不是实。这一切诸佛里头，各个佛不一样的，但是他绝不是实事。一切诸佛现不思议，诸佛神通不是实。佛现神通的时候，得有缘的，得有得度者，佛现神通，不是佛随便现神通的。这是佛的不可思议，解脱自在。有缘的，各个所见的不同；无缘的，见不到，见到他也不信。这是十种。但是十种呢，是在缘法啊，有缘才行。未成熟的，跟他未成熟，他就舍了，勉强不得；跟成熟了，他就化现度他呀。那像我们，末法弟子，我们这根未成熟，佛不住世间了，不住世间就是舍，但是他还有相法。还有末法，还没舍完，等到末法都没有了，舍尽了，都舍了。那时候的众生再来，没有缘，不失时说行止在缘。如果你根基成熟了，佛就化现了；根基没成熟，佛就舍弃了。有这个含义。出现呢，有缘呢，语界呀，自在呀，现身呢，都在智慧当中，都在智慧当中啊。佛子，诸佛世尊有十种无比不思议境界，不能跟佛比了的。就是名这个法身种性十种，这个无比的不思议境界，何等为实？哪十种啊？整齐的，一切诸佛的家父座，遍满十方无量世界，一切诸佛说第一一句，一切就是。开始佛的一切佛法的意思啊，开的佛法义理啊，一切诸佛放一光明，佛放一个光明，遍照一切世界，一个光明遍照世界。佛有一身中能实现一切世界。佛有一生中，悉能实现一切诸身，不是男人身、女人身、大身、小身，各个道吧，能以见者，还是讲缘法，有缘了，佛就实现，实现了，是能得到，佛有一切处，一切一个地方。 能现遍满无量的地方，所以一字中能觉了一些诸法，无所挂碍，一字能够觉了一些诸法，这是根本字了。所以一念中悉能遍往十方世界，一念啊，一念间能往十方佛世界。 同时去的，我一念中悉现如来无量的威德，诸佛与一切诸佛与一念中普愿三世佛的这种心无杂乱，那次第行列啊没有杂乱的，一切诸佛与一念中一切来见一切诸佛体同无二，十方诸佛同一体，体相。 言念都是不思议，佛的身，佛的音声，佛的乘愿说法的放光，佛的本愿，佛的出现，乃至佛的庄严果道，佛的智慧，佛的自在，佛的威德，佛的无杂乱之无奈的声音。 解脱体同，同一体故，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佛佛道同”。佛子诸佛能生出生十种字，何等为十呢？一切诸佛指一切法。 无所趋向，而能出生回向愿字。一切法无所趋向，知道一切法无所趋向，就没有向处。但是佛教们要能生出来回向愿字，那么我们想成佛，我们就把我们所做的。 回向，回向发愿是智慧呀、啊。你经常跟大家讲啊，要回向，要回向。说你所做一切事情，向何处？比如我们做生意想挣钱，打工也是想挣钱，这就向前看嘛，要看在钱的份上了。 去给人打工啊，要做生意啊，这叫向啊，叫向，回向。咱们呢，向成佛，愿愿的回向，一切智，想智慧，发愿要得智慧啊，求得智慧啊，智慧才能明了啊，明了什么？明了是非啊，明了邪正啊，明了诸法的含义啊，一切诸佛执一法皆无身，空的嘛。但是能出生清净身的智慧，叫智慧身。没有身，能出生了智慧身，净身的智慧就翻过来有智慧身。一切诸佛执一法本来没二，本来无二。 而能生出来觉悟字，本来无二，而众生不行啊，他不觉悟啊。但是在无二当中生出来觉悟了，得了无二字，得了究竟智。一切诸佛执一切法，无我无众生。我们经常讲。 无我无人无众生啊，一切法没有我，也没有众生，而能出生，调众生自。还有众生啊，没众生要出众生自干什么？要调和众生干什么？明明知道无我，也无我所，随缘。 随顺众生的因缘度的而实现的，都是实现的。一切诸佛之一切法本来无相，空的无相，而实现一切相。这个相是智慧的，有时候可以翻过来讲，无相、无不相，随什么缘？ 现什么相？所以无相才能随缘住相。你有一个相了，有这个相了，不能成那个相；有那个相，不能成那个相。佛不同啊，佛能实现一切的，这叫智相，智慧相。 一切诸佛之一切世界，没有成，没有坏，而能出生成坏字，成出坏字啊！知道成结、坏结、住结、坏结，坏就是灭了，坏完了就灭了，这个大家可以能够修这个观，修这个观啊，看着一切事物坏了。 知道它的成，知道它的坏，这叫智慧。什么时候坏，什么时候灭，能够知道，有智慧。同时有个智慧啊，你有生有成，必有坏呀、啊，这靠智慧。这不谁也不知道谁自己什么时候死啊，不知道自己坏呀、啊，你也不知道自己生啊。 这个坏了，又升到哪儿去啊？你没有智慧啊！你要知道有这种智慧，就知道成坏了。一切诸佛执一切法，无有造作。不要做，没有做，无做，造也造不出来。但是能出生业果自，这个智慧啊，能知道。 一切诸法无造，那是随缘生果，缘生无性，那只是个缘，假的。一切诸佛执一切法，无有言说。佛降生49年，都在说法，只无言说而言说，度有缘者，这叫随缘。一切诸法执一切法，没有眼，没有镜，而能出生执眼镜自。智慧要分辨呢，智慧能知道眼镜体性是一，眼镜体性是一，是一个体。你做善业了就是镜，做恶业就是眼，有这个智慧。 说一切众生，各个不同，各个的业不同，但是有同业，有共业，共业是相同的，共同造的业，那有别业，各个所造的业，一切诸佛执一切法，没有生灭，而能出生生灭自，是为实。 这是十种。佛子，诸佛世尊有10种普入法。普入，何者为实？普入者，有一身遍入一切身，就是为佛语说才能这样嘛，诸佛世尊有十种普入法呀，就是以下的所说的十种。一切诸佛有净妙身，普入三世，过去未来都是净妙身。一切诸佛皆须具足三种自在，普化众生，三种自在。 教化一切众生的自在，报化应报化，自在，因为报身得度，因报身，因为应身得度，应身，化身就普遍了，十类众生都能化。耶诸佛皆具足住陀罗尼。 也都具足陀罗尼，陀罗尼总持一切法，含着无量义，总一切法持无量力，普能受持一切佛法，就叫陀罗尼啊。一切佛皆具足四种辩才，普转一切清净法轮，四种辩才，持也言说。 一切法都有先讲言说，啊，道理、言语、词句所含的道理，就是事无奈变。也是佛皆具足平等大悲，恒不舍离一切众生。佛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心的，但是只是看缘，有缘者得度，没有。 这个众生好度，那个众生不好度，好度也度，不好度也度，随缘度众生，叫平等大悲，没有分别心啊，恒不舍离一切众生，在佛的愿，他的愿，他的智慧，他对一个众生也不舍离，都把他们度成佛，但得从众生分中说，看有缘没缘。 一切佛皆具足甚深的禅定，恒观察一切众生，识定才能识通神通，通是观察众生的，竟能生慧吗？定生起智慧来，观察是智慧，是从禅定生的智慧。一切佛皆具足利他善根。 每一佛都具足利他利一切众生，所以才能调伏众生。没有修行，调伏众生的时候，从来没有修行。一切诸佛皆须具足无所耐心，普能难住一切法界。无奈，什么无奈呢？这十通的菩萨都有了，何况诸佛呢？他任何地处，任何类，都是一法界之内吧？都是一切法界，就是十法界分，这是分的说啊。诸佛、菩萨，那一切众生啊。 六道啊，天人呐、啊，一些众生啊，难住，难住是不定，要是前头总持的意思了，没有障碍，没有隔阂的意思了。也是我皆具足无奈神力，一念普现三世诸佛，在一念间把过去、未来、现在的诸佛都能显现。 也是我皆具足无奈的智慧，智慧无奈啊，能够普利三世接受过去、现在、未来的劫是时分了，数是数字了，长劫、短劫啊，大劫、小劫啊，都无奈都能现，因为什么呢？ 三世诸佛无二体，体是一个，这三种自在，就是身口意三业化现众生的三业，转众生的三业，成身口意三业，所谓得自在。咱们现在讲的是不可思议的果德啊，不是菩萨的境界。咱们在一切经论上讲菩萨境界，讲能以入入，讲众生境界，那更能入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众生。讲佛的境界不可知，这叫不可思议。为什么给众生说呢？佛的境界为什么说给我们呢？这是说给大菩萨的，青莲藏菩萨，佛家是青莲藏菩萨给众生说的，清净无眼，含藏着一切的果德，让青莲藏菩萨让他代表。让我们说入世思维，不可思议的思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还怎么思呢？因为我们现在没达到不可思议，我们思想了，意呢，让我们大家言说、讨论，我们另一种方面说，从正面不能进入，我们从相反的，诸佛的智慧不可思议，咱们众生也有一个不可思议，烦恼不可思议。咱的烦恼啊，真正不可思议，你不知道它从哪儿钻出来的，就烦恼，烦恼也没有外边境界相，没有任何引起你烦恼。让我们现在诸位道友，谁惹你了？谁也没惹你嘛，你在佛堂里头，念念经会起烦恼。起烦恼怎么办呢？你自己呀，想对着的办法。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对，今天早上我念经，起烦恼，怎么办呢？再念一遍，那你自己罚自己啊，就你自己打主意。怎么消灭烦恼？这没办法消灭烦恼，要靠佛力加持。如果你烦恼没办法，你到佛堂，或者你跟你在哪一班的啦，跟那个班的管理你的执事请个假，说我身体不好，打个妄语，我让你到佛堂里去，或者跪，或者拜，或者坐，在这念吧。你平常念的经。把这一念呢，把烦恼念跑了，完了恢复了。不要一个烦恼能影响你好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把你赶跑了，自己的烦恼把自己赶跑了，把什么赶跑了？把你修行的道业赶跑了。我说是真实的，诸佛的智慧神通妙用不可思议。回观咱们自己，烦恼障碍习气很多，不可思议，没办法，诸佛的法那么微妙，但是我们烦恼来了也是很微妙，很微妙的。两个微妙，一个清净微妙，一个垢眼的微妙。那得用垢眼的微妙对治你这个，让诸佛的清净微妙来对治你的垢眼微妙，把它给你消失掉。这念经上说，看见好像不可思议，你坐这思维一想啊，没什么不可思议的，都是可思议的。但说出来，但是说出来，但有个样，而那就可思议了。不说你就不可思议了。你说他心想什么？他不说，你不知道；他一说就知道了。这东猜西猜，东钻西钻，就把他要到了，是吧？最好是，是吧？你对待佛前，你的不可思议啊，跟佛的不可思议，你这不可思议就一文不值了。你的不可思议，佛都能解答，佛菩萨都知道。佛的不可思议，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念了半天还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还回去不可思议。好，今天讲到这里。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行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寿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容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孩，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2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孩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新逢释迦牟尼佛圣诞，起见浴佛祈福法会，恭诵《浴佛功德经》，礼拜大乘金刚般若宝忏，消灾超荐，点灯供水，药供祭甘露施食。日期5月27日星期六，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673，038311667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聚花月，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恶行成100万兆倍。慈悲置业高雄分会宗山书坊梁皇宝忏圆满日即蒙山施食，恭请正山法师、赞章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6月4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2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瞻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